已经谈好的合作现在出尔反尔，我们的资金打水漂了吗？赵总，这个是我们的决定，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违约。只要没有钳子，就不是违约。坂本先生说的没错，正式合同没签，贵方没有违约。但是请坂本先生注意，我们之前签过的合作意向里明确说明，在正式合同签约之前，您不得与其他受托方开展任何洽谈或合作。瞧着好行劲，我再多加五十万。好，好。钱，成年人之间的博弈，无非是为了利益，而这正是我最熟悉的战场。我，洛枳，职业律师。我的职业就是要赢，赢得每一场属于我的战斗。哎呀，小洛，你说你啊，这么优秀，长得还这么漂亮，你怎么就不能把自个儿给嫁出去呢？咱们敬咱们的金牌律师一杯酒。金牌律师。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一切的忙碌，都不过是为了努力忘记那个人和那段时光。日本著名导演高田勋于本月五号逝世。作为享誉国际的动画导演，高田勋曾为观众带来了《岁月的童话》《萤火虫之墓》等许多温暖人心的作品。为纪念高田勋导演，市美术馆特别举办《岁月的童话》主题展，吸引了大量粉丝前来参观和纪念。当今《岁月的童话》一篇写尽了平凡人的青春岁月，从此岁月没有童话。你喜欢哪一个？女士你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抱歉，这个日记本是我的，可以还给我吗？我们这里是粉丝寄存的私人物品，如果需要领取的话，需要您的身份信息，我联系寄存人。请稍等。我曾经写过一本很厚的日记，日记里的字字句句只描述了一个人，他叫盛淮南，这世上最容易保全也最容易毁掉的感情就是暗恋。他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也是一辈子的刻骨铭心。我的慌乱要从八岁说起。哎呀，你这个
给你商量一下，好不好？嗯。厂里进了一批机器，爸爸失言了，晚上不能再回去了。你说好早回来。上次逛百货公司，你说你很喜欢那件小青蛙雨衣。那妈妈不是嫌太贵了吗？你先别告诉爸爸呀。你们俩又说什么悄悄话呢？早点回来吧。爸爸，早点回来。好。快跑，快跑！那天的电话和小青蛙雨衣，是我对爸爸最后的印象。爸爸死于工伤。从那天之后，我妈像换了一个人。她的生活里除了我，就只剩下为爸爸讨抚恤金这一件事。你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呀？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盛淮南。淮南，来，乖，过来。等我，把药喝了。走，慢一点。厂长夫人，这么大的阵仗，盛厂长怎么没来捧场啊？要是家家都照顾到，还做不做别的呢？是，是厂长是挺忙的。那抚恤金的事儿，这抚恤金的事儿还得请他帮忙。我们盛家对你们做的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再这样下去就是讹人了。话可不能这么说，孩子从小就没了爸，而且确实是因为工伤，你们得负责任。注意场合，给我闭嘴。你在干什么？你玩的到底开心？你知道他是谁吗？能跟他一起玩吗？走，回家。怎么搞的？伤到哪儿了？告诉妈妈，快，告诉妈妈伤到哪儿了。快走啊！别欺负你了。那个小孩子好学的不出款，上下学都是豪车接送。哎，
他是不是那个总是蝉联奥数比赛冠军的那个人啊？我怎么觉得余华还特别仰慕他？你神经了。第一名是谁呀、啊？谁让你放我包里干什么呀？给我！你以为我眼瞎呀？啊？你以为我看不见呢？这涂改液谁改的？我一个人供着你吃，供着你穿，给你交学费，你就这么骗我，就这么不说实话，是不是？你要站着干什么？这第一名是我的，这空给我留着呢。月考刚刚结束，让人惊喜，也让人沉重。第一名竟然是个转校生，在为我们振华带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为其他同学敲响了警钟。有请盛怀南同学上台发言。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盛怀南。作为一名高中生，高考像是一座山峰，我们的任务就是翻过那座山。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高考也可能是人生中一叶障目的小山丘，翻过山迎接我们又会是什么？盛怀南，我从来没想过这个已经变得陌生的名字有一天会真的闯进我的生活。见面对他而言，仅仅是一个早已抛诸脑后的插曲，而对我，却像是某种仪式的开场。他成了我青春里的第一个对手，唯一的对手。
这一组。来，男生的第一组，过来测试，快速度。各就各位。小花，你也是年初来就放开的吧？叶展言跟少华男的球鞋同款，真的？哇，这牌子好贵的，这也太巧了吧！各就各位。叶展言可真能选，少华完全不喜欢他这样的。准备，好心加油，加油！各各位。觉得如果这段能有现场伴奏的话，效果会更好。还怕选不着他？就他事儿多，他说那么多话呀。人家展言同学这个建议非常好，但是咱们时间太紧了，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我有个人选，嗯，盛华南。这是想要伴奏吗？那盛华南同学来上来给我们帮个忙。长亭外，古道边，右边，芳草碧连天，给我做一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树走树，大人带的。
不想演了。不演了，马上要演出了，你说不演了，有没有点组织上纪律性啊？你们早干嘛来着呀？我觉得领唱的角色应该公平竞争。你们觉得不公平吗？好好，如果你觉得你行，你上。去吧，加油！这个时候我们就毕业了，但我不想留下遗憾。没事吧？谢谢你啊，洛芷。其实你不必这样子。你是觉得我蠢吧？但我不后悔。你不也喜欢盛淮南吗？洛芷，你什么都比我好，我真不知道你到底在怕什么。Thank you.
我和他最终会在同一个世界吗？校园里流传着他们的八卦，而我只有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向前。说盛淮南和叶展言已经决定不参加高考，要一起出国了。终究他们才是一个世界的人，难怪整天神仙眷侣，已经不关心排名了。时候，它就是世界的全部。
我是乐芝，这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而我今天终于站到了这里。我宣誓，我宣誓，不为失败找借口，不为失败找借口，要为成功找方法，要为成功找方法。我不怕千万人阻挡，我不怕千万人阻挡，我只怕自己投降，我只怕自己投降。百天冲刺，高考必胜，百天冲刺，高考必胜。如果有一天轮到我来把秘密讲成故事，我的故事叫做暗恋，叫做遗憾，叫做见好就收，叫做不老的少年。瞬间简直神来之笔。同学，你是哪个系的？你有表演天赋，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电影社？我是认真的，你别走啊。同学，人家就是帮我准备末日晚会，我叫李静，交个朋友。你把我那么大个人当空气，你问问换谁谁不生气啊？别能过就过，不能过你拉倒。我不跟你说。宝贝儿，我看了你本周运势，这上面说你最需要的技能是忍耐。我都能给你当室友，我还有什么忍耐不了的？那你给我记个十呗。好。开始了。时间偷走的选择，总会在未来用他喜爱的方式还给你。盛淮南，过了这么久，我们还是见面了。男人哭不能超过十分钟。同样，你绝不能让一个男人知道你有多在乎他，否则你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那你也别一周七天每天都给他买早饭，替他占座，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啊。我又想哭了。江百烈，你还哭？要是有一天你也谈恋爱了，你就会知道我为什么哭了。阿姨，还有面包饼吗？没了，再一个黑小伙就拿走了。
同学，这儿。我就说怎么永远排不上。哦，你爱吃面包饼啊？我分你啊，反正我也吃不完。啊，对了，我叫张明瑞，经管的，主要身份是电影社社长。你好，我叫洛芷，法律系。哎，缘分啊，咱俩都选了法律学导论。你就是洛芷。啊。政法中学。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一个学校的，我叫盛淮南。啊，好像没什么印象，不好意思。你跟叶展元不是一个班的吗？当时给我们发过来的范文，总能看到你名字。所以你就背过来当草稿纸了吧？你怎么知道？哎，你俩怎么还叙上旧了？明明是我先跟他说话的。啊，所以你是叶展元的男朋友吧？分手吧。我跟你说，他们俩呢，原本是一对在国外双宿双飞的璧人，如今却留他一个，用友情代替了爱情，跟我在一起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祖国更需要你。比如我，正在为祖国的电影事业求索出路。中国电影如何扬眉吐气？靠科幻。在我的领导下，电影是将创作出一部前无古人的科幻片，展现出我国科技的进步、工业的精良，还有对人类的优势。名字我都已经想好了，叫《末日之恋》，而且那个角色特别适合你。咱们这周末社团拍片，女一号洛芷。你笑什么呀？是男一号，说句话。你有空一起来玩。嗯。耶、yeah! ！你为什么要救我？我也不知道。咔，咔，咔咔咔咔！一进十六次。你可是亲眼看到狮子座流星雨，能不能加看到外星人的那种惊恐？来，你这个显明显不够啊！专业，专业。哎，走啊！今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个案例， A 公司将工程项目承包给 B 公司执行，张某在 B 公司作业时，为了过年加班费，连续工作52个小时后猝死，原告是张某的家属，除 B 公司外， A 公司是否也可作为被告对张某的死亡承担连带责任？我就请两位同学上来，分别担任原告的律师和被告律师。那你去回答。这两个名字挺有意思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盛淮南到。洛枳到。请两位同学到前面来。盛淮南，被告律师；洛枳，原告律师。原告家属是被告的雇佣员工，事故发生时，其劳动合同仍在有效期内。原告家属是在执行被告的派遣任务时发生不测的，所以除 B 公司外 ，A 公司理应承担连带责任。法官好，没错，原告家属确实是被告的员工。但是从 A 公司将工程承包给了 B 公司的那一刻起，一切的义务和责任也全部委托给了 B 公司。
虽然项目工程已经委托给了 B 公司，但是这并不代表对原告家属的责任也可以进行转移。工作超时也并不是 B 公司或者 A 公司强行要求的，所以这种连带责任它是不合理的。被告律师，在这次事故中，他不叫原告也不叫张某，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你知不知道很有可能因为他的死，他身后的家庭也会被毁灭。他选择相信了你们，把汗水和时间奉献给了你们，可是你们又做了什么呢？你们在把他委托给 B 公司之前，到底有没有仔细审核过他们对工人的健康保护体制？如果一个人愿意为你多做事，到最后结果发生了意外，你们不但没有感恩的心，反倒视若无睹，你们的良心不会受到谴责吗？我同意原告律师的申诉。久等了，先生，我走了。好。你怎么在这儿？明知故问。刚好饿了，就进来吃点东西。有什么推荐的吗？你想吃什么，你那里挑就好。该知道，你这么吃，我也拿不到一分提成的。吓到了，没事。不是，你为什么老爱走我后面？啊？
洛枳，你还是别来这里打工了。为什么？你一天工作几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所以呢？你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啊。可是大多数人的常态就是这样。喂，我马上过来。块钱确实有点讹人了，只挣了300，真的不好意思。有错吗？谢谢。对不起。你说的对，我总是用自己的生活去框定别人，说一些自以为是的话，伤了别人，自己还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你和百丽打工，赚钱自立，挺好的，我挺惭愧的。没事啊，你刚才的优越感也救了我们一命，所以扯平了。看过所有的童话吗？一部动画电影。高中的时候，我总喜欢一个人去天台。有一天，我在天台的墙上看到有人写了《岁月童话》里的一句台词，我很喜欢那个电影，所以我回复了他。然后我一直在找那个人，我还一度以为那个人就是叶展言。
露露，下这么大雨你干嘛去啊？我出去有点事，马上回来。那你当心点啊。思君，你不要了吗？啊，不要了。谢谢。还晚吗？哪能不晚啊？最后真有世界末日，你最后的钥匙？什么鬼问题啊？来说说，镜头给我。不要拍我！不要拍我！我想拿个奥斯卡影帝玩玩。可以在福布斯排行榜上能找到我名字那种。我能遇到一个爱我的人。我要当个瘦子。比我爱他多一点。是怎么吃都吃不胖的那种。我一直都不勇敢，我希望我可以把所有。
不勇敢的事情都大胆说。过来，哎，过来嘛，过来过来。就想一个人坐着，静静的看着你。开玩笑的，当然是我们所有人都要在一起。Yeah！
怎么来了？怎么跟上来了？我是你男朋友，你应该叫我一起来。真怕把你弄丢。郑淮南，嗯，我们会一直这样好下去，对吧？对。回来了哈，来，我来。今儿怎么了？这么高兴？快跟你爸上线吧。阿姐，快快进来。安静，哎，我跟你说，傅爷，傅老回来了。刚进门，你看行李还在这儿。好，那你们先聊。哎。这里俯视下面，可以把人看得更清楚一些。你呢？为什么喜欢来这儿？我以为只要努力攀爬，
就可以明目张胆一个人站在高处。我以为你是那种不会在乎其他人的眼色的人。不在乎也是需要资本的，就算是你也没有办法完全做到不在乎吧。你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就很了解我的样子啊，是不是有偷偷观察我？啊，挺自恋呀你。谢谢你洛晨，因为你我开始变了。你是开始变，你变傻了，现在像一个大傻子。傻子啊，盛淮南。嗯。你答应我件事好不好？好啊。无论发生什么，你要记住，我是真心喜欢你。我知道，这一切迟早会发生，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一周过去了，他没有回学校，也没有回复我，他失踪了。
来还作弊呀、啊？什么作弊啊？替考，替考。想到家里出事，爸的事。想到家里出事。听说他求一个富二代帮忙，富二代帮忙。那人正好也是我们学校的，人家帮忙的条件就是让他去替考。帮忙就是你搭进去吗？你搭进去吗？可笑的是，关于他最后的消息，我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所有人都在落井下石，但我知道，最重的那块是我投下的。妈，你怎么来了？咱们娘俩的辛苦没白费。笑话，你和你妈开心死了吧？你说什么？你的身份，还打算对她瞒多久？是你偷了我的日记本。日记本去哪儿了？你把日记本还给我。和你相比，我对他的那些欺骗又算什么？就算我不能代替那部动画片在他心里的位置，你呢？那个高中时候自命清高的洛枳，就这样慢慢的接近他，毁了他。洛枳，
我还要谢谢你，是你的处心积虑才让我有机会重新回到他身边。如果盛华南愿意，等他妈妈病情稳定了，我就会带他一起出国把学上完。如果你什么也为他做不了的话，就请你不要再打扰他的生活。他说曾经时间给了他惩罚，但现在他的惩罚终于结束了，轮到我。2012年12月21日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而真正等待末日来临的只有我自己。重生啦！所有人都在迎接重生，而我也将和过去的自己告别。淮南，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你的未来不能断送在这里。和叶然言走吧。女士，这是您的日记本，请收好。谢谢。
They wanna say they hate, but they know it's cap. I ain't play no games, I just do that's fact. And I don't feel no shame, it's a mood you lack. I go crazy, nah bitch I ain't lazy. Track after track, I work on the shit daily. Pass me the jack, right as fuel, got me hazy. About to unpack all these dreams I've been chasing. I've got visions in my head, like memories after death. To be a legend instead of something you can forget. I'm living up every breath, I'd rather leave than be led. I'll fill the seats as I spread with every word that I've said. Thank you.
你是谁？我不是人类。外星人？嗯。现在让我教你地球人是怎么吃饭的吧。是浪漫，真的就没有后来吗？笨蛋！浪漫真正的含义是，你要好好活下去，你才可以每天都跟我在一起啊！我爱你。晴天，阴天，下雨天，你喜欢哪个？喜欢你。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还好，
希望那些都还在。我的世界下一场雨，我却伴着你的世界，天轻轻吹一句，雨却不放在美术馆，先给我同学吗？那我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却不。
我